出来约会，你能不能别总玩电脑啊？那上网吧约会，那不玩电脑干啥呀？肚子疼。别闹，你闹肚子。你疯了？我怎么能没有肚子呢？我说我肚子疼。为啥呀？来那个。哪个呀？大姨妈，我说大姨妈来了。搁哪呢 ？What？我说我大姨妈来了，没找着啊，搁哪呢？火车站吗？又接触吗？肩哪那个腿啊？我说我肚子疼，我大姨妈来，听我话呀。那你肚子疼就肚子疼呗，吵吵啥呀？等，来，给你买的雪糕。哦，我肚子疼，你要吃雪糕啊？没让你吃，让你捂着。我疯了还是你疯了？当然你疯了。先自己在这待着，我出去玩去。哎，你干啥去？我张灯给你蹦迪去。他咋来的？开飞机来的。多少钱？1000万。几个座的？敞篷的。别闹，飞机哪有敞篷的 ？What？ 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看看人家俩，再看看你。吃月糕吗？不是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有那社交牛逼症啊？不，你让我问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男闺蜜年纪小，想要家里普通房，憨厚毕业，你看什么样问的？飞机搁哪买的？能不能换话题啊？你大姨妈怎么还不来呢？来不了了。这一天天吐鲁反账，说来来说不来不来，我跟你呀，哼，过道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来电话面试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不招男的。啊？哎，老板，我这有个小姑娘想面试。啊，那你把电话给她吧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这小姑娘声挺甜哈。谢谢老板。说说吧，你有什么缺点？我缺点钱啊，老板。What？ 这小姑娘，那你有什么优点啊？优点啊？我爸叫我悠着点。那你有啥技能啊？技能呀，有啊，我既能吃又能睡。那你得过什么奖啊？什么奖啊？我得过开个有奖，老板。不是，你在这玩我呢？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。等会儿，老板，我这边有个叫王总的挖我呢。美女，你交际能力强吗？强，我闺蜜就特别多。那可以给我介绍几个吗？但是呀，你很好，你被录用了。What？ 告诉我，行，你也被录用了。哎呀，王总这边录用我了呢。我一个月给你开10000。老板这边又开10000了。我开15000。王总。3万。哎呀，太有人了。我给你开5万，明天来上班，我看谁还敢干我。成交，老板，谢谢老板。累死姐了。小哥哥在吗？答应送人家的皮肤可不能反悔哦。喂，妈妈，怎么啦？你说说你多大了，能不能处个对象让我抱个孙子？哎呀妈，那着啥急啊，就你儿子那么优秀。你都32了，咱隔壁那小王今年40岁都抱上孙子了。妈，那不得碰啊。你碰20多年都没碰着一个，那碰瓷都比你频率高啊。What？ 哎妈，我好像找到女朋友了，我要跟你说话呀。你是不是骗你妈呢？没有。喂，阿姨。哎，你就是刘洋女朋友吧？对，我是刘洋女朋友。哎呀，你看这小声真甜。阿姨，是因为刘洋天天给我吃好的，所以才甜的呢。那就好。阿姨，你就别催刘洋了呗，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那阿姨还催啥了？你俩好好过日子啊。放心吧，阿姨，刘洋对我可好了，我也可爱他了呢。这回行了吧，妈？行。你有女朋友了，妈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俩两个最巧了。你这是跟谁打的吗？我妈。哎呀，你要那啥，我金明，最近身体咋样啊？啊，金明啊，本来呀，阿姨身体不好，这不听到刘洋找到对象了吗？老开心了。What？ 对象？你有对象吗？你不知道吗？
女朋友就在他旁边呢。不是，我看就一个人了，姨。刘源，你是不是骗你妈的？妈没有，不是妈，别怪呀，妈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刘洋上厕所去了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他对象啊。哦，那他旁边是谁呀、啊？喂，咋了，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？来，你把电话给我来，要不然那都谁呀、啊？不是你谁呀、啊？刘洋呢？等会儿啊，你俩聊，你俩聊。不是，那么谁呀、啊？我刘洋他对象，他人呢？你是刘洋对象，我是刘洋女朋友，我俩处好几年了。骗人，他说了他是单身，你别恶心我了，你把电话给他。你说谁恶心呢？恶心的应该是你吧。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不是大姐，我闭月羞花，我和刘洋才是郎才女貌，你怎么想的周家刘洋啊？你把手机给刘洋。我凭什么给他呀？他人是我的，手机也是我的。你有毛病啊，我现在他家楼下呢，你让他给我过来。哦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舒服了舒服了。你那个大学女神在哪找的？人挺好的。行，哎，对了，你女神刚才给你来电话了，说现在在你家楼下呢，要给你个惊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这游戏打了？那还打啥？我赶紧找她去啊！哎，等。撒。头盔？你给我这玩意干啥呀？那个，我买多呢，早晚用得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走。哎，注意安全。用蓝牙耳机打电话，旁边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叫你呢，怎么不理人呢？我吗？你一个人吗？对呀、啊。那待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。What？ 啊？你待会儿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什么事。那看完电影，再陪我去买几件内衣呗。啊？我是相信你眼光才带你去的，去不去嘛？去。聊这么久了，人家都口渴了，你去帮人家买瓶水吧。不愿意就算了。哦，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你把你微信给我呗。啊，微信是你电话是吗？电话是吗？行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小哥哥。哦，哥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刚刚呢在录一个视频。小哥哥还是单身吗？对。